然后你们待的这个小区，小主持人吧，嗯，然后他进去，进去他就不动了，嗯，完了以后我怕他就分成三块，嗯，最后把他就没了，待会好儿我吧，看一看好吧，好好好，你害怕我？有点儿，不会把我变没了吧？好，一会儿我还会回来的。我是从感觉好。